天空，我哋今日出嚟继续做我哋华人之后，唔系我哋准备功夫，我哋一齐。跟住今日我哋系去订月子中心啦。嗯，准备。其实睇咗好多间啦，我哋总共睇咗六间，最后决定咗最后睇嘅嗰间。全國的這個牌子，朗月，係啦，冇廣告，因為自己揀嘅啫。自己選款。係啊。我哋而家就去簽約，嗱，今日同埋順便去試個月子餐。係咯，睇下口味咯，直接就咁樣備註下。咦、嗯？跟住今日打車打咗部有天窗嘅車。幾中意我都。嗯 ，B B 坐後邊都好似去曬曬，依幾好。諗緊買車，買部代步車仔，跟住呢幾年轉換期喺上學嘅時候用，所以就做緊 research 住。都係考牌先。換牌咯，唔難嘅，佢考個筆試咪得咯。我覺得你都識㗎啦，呢啲基本上。嗯。左睇美國都係左睇。其實話曬我都有美國嘅車牌。係咯。一模一樣咁就。啊！哇！天氣幾好今日。It's a good day. It's a beautiful day. 就是这里了。噔噔噔，是招牌。我们现在进去了。它这里是个大型超级市场隔离，我们稍后可以去超级市场买的。外观都挺好的。新一点咯，这间。这间很差景观，我想应该就是贴着这边。是啊，因为五楼就望着天台。我哋又睇咗房間啦，跟住而家嚟試菜。大蝦。哦，佢最中意食大蝦，哇咁啱喎！冇講都冇講都中知道啊，你要食蝦喎。係。準備咗兩碗湯兩個飯，呢、這個就冇準備燕窩啦，上次嗰個準備燕窩。哎，有人上次話想食嘅。即係有補湯呢、這個算係。食啦。你翻試食。食番茄先。我哋如果簽約嘅話，呢份係唔使錢嘅。如果唔簽約嘅話，就198蚊。佢係真係整得好靚，有乜好嘅？嗯？點啊？味道？唔夠好食，番茄味食到。食過秋葵啊？咁邊度食飯先㗎？食餸先啦，豬。可以嗎？比起好吃一點還是上次那間好吃一點好吃的，我是要試多一點先吧。Later 開心啦，我就簽了約了，我拿了個大禮包。最後我們現場被 upsell 了，訂了間貴一點的，訂了間再貴一點的再大一點的。好細的，開心開心是吧，大一點好吃的，對，你住得舒服就可以了。多謝老闆，生 B B 咁辛苦系咪？生 B B 辛苦，抱 B B 都辛苦，抱 B B 都辛苦。个景好啲咯，唔使对住呢个乜嘢咯。系咯，对住出边条路好啲好啲。我哋去超市买嘢，隔篱就超级市场，而家即刻去睇买嘢。食饱饱，月子餐超饱，又淡，淡淡地开心。我之前食淡淡的，但我發現之後真的食辛辣，濃味的，我覺得頂前了，我覺得之後不知道，可能你後面改了，搬到，買東西先，拜拜。